相传在古代杭州城瘟疫流行，碰巧又是荒年，颗粒无收，当地的平民百姓贫困交迫，十分凄惨。有一天，城内的湖边突然停泊了一艘大船，船头坐着一个美丽的女子，她为贫穷的人请命，如果有人出钱买她，她就住在她的家里，伺候与她，用得到的款项来救济灾民。岸上的人争相的买她，相持不下，最后就采用投钱的方式，谁用钱投中他就可以迎他回去。于是船上到处是铜钱、黄金、白银，纷纷的投了下来，堆满船头，但是没有一枚落在这个美丽女子的身上，所有的人很失望，只好放弃。女子微笑合掌向岸上的人致谢，把每一个捐来的钱都施舍给了穷人。消息传来，轰动了整个杭州城，富人们为他侠义的行为感动，纷纷慷慨解囊，于是病人得到了医治，穷人得到金钱，一饿的人得到了食物，人心都得到安慰和满足。突然，这个女子的船上霞光万道，灿烂光明，一位法相庄严的菩萨合掌微笑，大家非常惊奇。他说：我就是观世音菩萨，我来是为了启发和唤醒大家的慈悲心、同情心和怜悯心，是高贵的情谊，帮助别人是最神圣的本源，扶助弱小是众生义不容辞的本性。今天你们的行为十分值得称颂，众生将得到幸福，我将常住在每个人的家中保佑你们。大家只要称颂观世音菩萨即可。说完就没有影子了，当场有人记住他的形象，作画画下了观世音菩萨的像。观世音菩萨把画像用法力送给了每一个人，菩萨应验了，他真的住在了每一位行善积德人的家里，直到今天。这个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，增加了人们对观世音菩萨的信仰。菩萨有求必应，任何一位学佛人，只要你愿意帮助别人，你就是在学菩萨，你一定以后能成菩萨。